我们整个全站的规模是200兆瓦、400兆瓦时，它是由80个储能电池单元组成，每个储能电池单元包含一个2.5兆瓦的升压逆变一体机，以及一个5兆瓦时的一个储能电池仓。目前是江苏省最大的一个共享储能电站。我们储能电站的话，可以理解为一个大型的充电宝，当电网缺电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电量反送到电网，它会降低整个新能源场站投资建设一个成本，也可以增加一个电网调度的便利性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储能调峰能力租赁给新能源场站企业来使用，以满足他们的一个并网要求，更加绿色环保。目前就是我们全省规划的这个电网车的储能项目目前已经有6个，那么总的这个容量达到63万千瓦。从电池制造以及它的这个产业链这块，那么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储能的产业链条。